人文大班是实战前的必修项目之一，大班主要是通过靶标不同高度、不同方位来进行练习大靶的速度、准确度，通过大靶能够获取最佳的、最准确的打击力度，通过大靶能增强臂力的爆发力和准确力，在实战中会有一招制敌之特效。通过大靶能够增强信心，提高对各种物体的判断能力，在实战中才能得心应手。请看第一式下邳少年馆大靶练习。请看第二式后盖前三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三式转身连锁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四式转身六锁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五式转身诱惑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六式缩身腾空大靶练习。请看第七式腾空后锁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八式接机斜裂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九式甩扫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式左右关关敲击面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一式接机双顶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二式接机单顶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三式下邳上裂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四式上撩下劈关大靶练习。请看第十五式撩关反扫大
打包联系。请按第十六师迷惑教唆官打包联系。请按第十七师接机后哨官打包联系。请按第十八师换手哨官打包联系。请按第十九师双管连扫打包联系。请按第二十师左传扫管打包联系。一是鞭腿扫棍打包联系。请按第二十二式后扫反击棍打包联系。请看第二十三师后灯连扫棍打包联系。请看第二十四师弹梯扫棍打包联系。请按第二十五师后鞭腿扫棍打包联系。请按第二十六师西装扫棍打包联系。